亚米娜没有见面了，这里是阿硕，欢迎来到阿伟 Mark Talk。 蜘蛛子最新第15卷，之前我们说到索菲亚大嘴搞得蜘蛛子求死了，回头蜘蛛子上来就踢翻索菲亚，用蛛丝五花大绑拖着走，一旁拉斯赶紧抓住蜘蛛子肩膀劝阻，白桑就他妈的，虽然索菲亚丧事失言了，这次白桑你也有责任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蜘蛛子一听，啊，你个鬼君胡言乱语什么？蜘蛛子不禁直直地盯着拉斯，平日里闭上的十个眼珠注视拉斯，拉斯被他斜眼威压搞得有点畏缩，还是强忍住再次开口，说明太少了，俺们可以从白桑少得可怜的话中推敲着行动的，但那有个限度啊，俺们之前缺少菠菜啊。索菲亚失言也是白桑说明不足造成的。蜘蛛子听了便想，啥菠菜？那你走来欧一西走，不对不对，爱豆，所以那什么，你压鬼君让我更多的说明是这个意思吧？竟然要让咱说明，这也太扯了。蜘蛛子无视拉斯叫唤，继续开路。拉斯傻了，白桑，教了我说的有在听吗？被拖着走的索菲亚也大声抗议，就是就是，这也太不公道了。蜘蛛子无视两人叫嚷，索菲亚使劲蠕动想要脱身，也被无视，就这点程度想逃走，你不知道吗？神明的手心里是逃不走的。蜘蛛子拖着索菲亚继续走，全程索菲亚大叫，途中拉斯放弃一声不吭跟着走，看样子还不服气。当他们来到目的地，沉默的拉斯嘴巴张得大大，苦力哇。相反，一直嚷的索菲亚瞬间闭嘴，都被眼前的超巨大 UFO 给吓跑了。老妖精最后的最后企图跑路的宇宙飞船，蜘蛛子无视惊呆的两人，拖着索菲亚走到 UFO 里面，拉斯赶紧跟上，两人都很稀奇的东张西望，因为超级大走起来超累，不过里面的东西看不厌，毕竟是为了常年在宇宙漂流用的，各种设施齐全，光参观一下都特有意思。妈索菲亚被绑着必须保持大龙虾状态才能参观的球样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蜘蛛子暗暗吐槽，你这可不是处女所为啊。哎，到底谁绑的？一码事归一码事。就这样，一行人来到目的地飞船最深处，走进大屏幕，魔王和保镖人形三姐妹早就在那里，四姐妹少了一个，八成菲儿还趴在罗老头身上吧。魔王察觉他们到来，哦呀，欢迎欢迎。貌似在蜘蛛子他们和转生者开会时，魔王移动到了 UFO 里面，所以蜘蛛子才径直赶来。魔王上来就问索菲亚将又犯什么事了，索菲亚立刻反抗，什么叫又啊，艾丽尔桑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成天闯祸一样的。蜘蛛子听了直接无语，哎，这小孩说啥呢，哎，没有自觉实在可怕啊。这不，魔王都在苦笑了，魔王让蜘蛛子不要老是欺负索菲亚。蜘蛛子暗暗抗议，这咱不是欺负，这是教育指导的说。然后蜘蛛子不解，魔王不是看他而朝向拉斯提问到底咋了，然后拉斯呢对于魔王问自己不问蜘蛛子也是毫不疑惑的样子。蜘蛛子心想，嗯，你这对应太正确，只不过总觉得像是在说的不靠谱，叫人有点不爽的说，咱要是想做也能做到的，只是不想做而已了，真的哟。而魔王听完拉斯一通解说，一边感叹这样子啊，一边用哇的表情瞅着索菲亚，妈，说漏嘴的索菲亚是不对，但没有好好说明的小白责任更大。蜘蛛子当场内心呐喊，反对反对，怎么可能是我的错，我有什么错？就在这时，魔王一本正经地问他，怎么说，真的回不了地球吗？蜘蛛子直接给魔王俩字，牡蛎。然后魔王开始巴拉巴拉长篇说教起来，你小白说牡蛎肯定是牡蛎了呗，但是啊，为什么不行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没听你说具体详情，索菲亚才会说漏嘴啊，你不是很清楚情报的重要性吗？而什么情报有价值，只有知道一切的小白你知道，你也要照顾一下，连被告知的情报真伪都无法判定的索菲亚这样的立场啊。魔王苦口婆心委婉指责，蜘蛛子努力不憋嘴，已经是竭尽全力，你啊是我老妈呀，啊是我奶奶来着，抱歉。魔王长篇说教第二回合，小白什么事都想着一个人都搞定，所以在关系和他人协力上才会这么敷衍，不需要和他人对话，因为没有这个必要，要是真想做都能一个搞定，骨子里的波奇了。这话虽然特别过分，但蜘蛛子没法否定。魔王又表示这也没办法，他自己在遇见蜘蛛子之前也是半斤八两，这便是拥有开挂能力者的宿命吧。确实魔王实力世界数一数二，手下的蜘蛛军团从源头上都是自己分身眷族。魔王认真说教第三弹，话虽如此，索菲亚将和拉斯军是伙伴啊，别因为不擅长沟通而回避，好好面对才是吧。蜘蛛子始料未及，魔王用了俩字把他整懵了，哎，伙伴，嗯，伙伴，嗯，啊，苏嘎，吸血鬼娘和鬼君原来是伙伴，这都被你发现，莫不成魔王你是天才啊？啊，来，什么鬼，给整迷糊了，说何为伙伴，一个姓氏，嗯，是这样的没错，但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何为伙伴，做同样的事的人，同样的地位，同样的职业，同样种类的同类，大同小异吧，共同点就是一起并排的存在，咱们是并列的存在吗？说实话战力上不并列，你俩差太远了，这个角度讲说是伙伴太牵强，但是如果是志向相同的意味上确实是并肩的，这样一来咱们确实是伙伴啊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，自认为前世今生都是波奇的咱马斯卡早就有伙伴了。爱豆，爱豆，伙伴要怎么相处呢，哪个大佬教教了？
不愧是魔王，三言两语就让蜘蛛子脑袋短路当机。魔王看到这副样子，感叹友情的概念对他还太早啊，明明努力和胜利积累那么多的说。一旁拉斯有点不知所措，魔王对他谆谆教诲，拉斯君，别看小白他这样情商还是不成熟的小屁孩，千万不能被他外表和氛围所蒙骗。小白做不讲理行动，基本都是想要把对自己不利的情形用暴力敷衍蒙混，那是不是小屁孩啊？拉斯一脸懵逼，是吗？魔王让他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是纯粹提意见，而是好好批评蜘蛛子，要不然永远改不好。拉斯一听，要我批评他？魔王表示，索菲亚将士那样子只有你靠谱，加油吧。索菲亚当场抗议，敲道，什么叫那样，什么叫？蜘蛛子被吵得心里烦，咱正在拼命思考怎么和伙伴相处，能不能静一静啊？爱豆，咱熟悉的伙伴最多就是游戏的队友呗。索嘎，像队友一样，心情好就疼一下，觉得不爽一脚踢飞就行了。得出神结论的蜘蛛子心想，那就让咱摸摸索菲亚的头，好好疼一下。可看到对方像毛毛虫一样还哇哇大叫，一个不爽一脚踢去，索菲亚自然大叫，为啥突然被贴？喂，为啥呀？蜘蛛子心想，吵什么吵，所谓伙伴不就是这样吗？魔王看了无语，貌似小白脑内确定决定性的错误认知，妈不管了。拉斯立马吐槽，艾丽尔桑，你不要弃坑啊。可魔王却说，比起这个，拉斯秒回，比起这个。蜘蛛子看在眼里，觉得他俩在说相声，不过魔王的神情异常认真，貌似真的有什么重要的话。魔王动动下巴，示意大屏幕问蜘蛛子，小白你怎么看这个？拉斯和索菲亚也神情认真转向屏幕，虽然索菲亚还是毛毛虫状态的说，拉斯对屏幕上的文书瞅了半天，一脸懵逼的反问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爱面子的索菲亚虽然嘴上没说，看那表情貌似也没明白。魔王一脸郁闷看着上面的文字，表示这个问题大了去了，上面到底写的啥？就是类似老妖精的日记，老妖精就是精，每天不忘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，基本就像单纯流水账一样，算不算日记有点微妙，基本没有感想，偶尔会写一下研究的点评。然而如今魔王显示在屏幕上的部分却明显透露出了老妖精的感情，字里行间包含的是一种焦躁和疑问。 MA 能力总量突然大幅下降，原因不明，是否和同时期观测到的次元阵有关，目前不好说。系统启动后前所未有的异常事态，是系统发生重大缺陷了？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安全吗？不清楚，虽然被邱某某禁止离开星球，还是做好逃离的准备吧。蜘蛛子看到这里，猜想八成是前代勇者和前代魔王整的，次元魔法干涉什么失败导致日本教室爆炸那档事儿，也就是造成他们转生的契机。他们这波操作导致大量 MA 能量消失，为了补上，魔王才选择当新魔王四处奔波。关于这次事件的始末，拉斯和索菲亚也已经了解，所以读了老妖精的笔记也没大惊小怪，也不了解魔王为啥说这里没有问题。还是蜘蛛子一眼看出这问题严重，因为这个是老妖精写的。蜘蛛子把疑问道出，咋回事？背后怂恿勇者和魔王的不是老妖精吗？确实从笔记里看，老妖精对这件事显然也十分震惊，也就是说黑幕另有其人，会不会是勇者和魔王擅自搞事呢？也不可能，对于系统一无所知的家伙哪有这种能耐，肯定有人教唆他们关于系统内幕，要不然就连老妖精都不知道地的存在。普通的俩抹布怎么可能超越时空找到地所在的教室？没错，知道地的存在，说到这个份上，真犯人是谁这不明摆着的，往往也早就猜到，只是不想承认罢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他们以外的本不该在场的声音，没错，全都是我的责任。通过空间转移出现的果然是蜘蛛子料想的人物，一身漆黑的世界管理者邱某某是也。然后不知咋的，蜘蛛子脑内进入了实况解说模式，大家晚上好，异世界 No.1 决定战开始了，卫冕冠军是管理者邱烈，而挑战者是魔王。神明 VS 魔王的老掉牙套路，正因为他老掉牙才叫经典战斗，到底会是神明卫冕成功，还是魔王实现下课上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哦，开打的铃声响起前，魔王就突击了，真卑鄙！西卡西，这才叫魔王。对人家来说，卑鄙那是赞美的话。冠军遭受突然奇袭，一下被打飞，右手一记直拳，狠狠打在对方脸上，中招的冠军不禁踉跄。解说员蜘蛛比桑，你怎么看刚才的攻防？哎呀，刚才那个是冠军故意中招的啦。实况员蜘蛛 A 桑，什么鬼？就是说冠军明明看破对方突袭，却不躲也不防御，故意中招。拿了后道，故意让他挑战者最初一击来显示实力级别的差距啊。哦，西卡西，魔王没有就此停手，一把抓住对方类似衣领部分，把他撂倒在地面，然后直接骑在他身上，被扑倒了。这时魔王大声责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貌似对毫不抵抗的冠军感到愤慨，他的看是在抗议对方好好给我打吧。可是啊，都说到这份上，冠军还是没有战意。抱歉，冠军是怎么回事？冠军战意全无。而魔王抬起拳头打向冠军，哦，实况游戏也玩厌了，不愧是你二位。蜘蛛子都累得吐槽了。这时拉斯一边大叫，艾丽尔桑等等快入手，一边跑上去从背后钳住魔王脖子，阻止他使劲打脸邱烈。魔王一边挣扎一边继续殴打邱烈，还被强行拉开，还不肯罢休。
魔王在与老妖精的决战中失去了大半的力量，如今是个表里如一的萝莉妹子，搞不好比看上去还要弱，被拉斯强行拉住自然无法再反抗。蜘蛛子暗暗夸奖拉斯干得漂亮。如今的魔王好比是绝对安省的病人，暴躁对身体不好，可是不让他发散一下，这件事就收不了场。蜘蛛子也觉得秋烈应该让他打几发，所以没有出手阻止。话说回来，这蜘蛛子解气了，这次轮到魔王了，魔王要如何解气？谁来拯救邱某某？预知详情敬请期待后续内容。欢迎点赞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您的支持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